买生意或是做买卖都是犯法行为，违章的非要黑点。为了安全，穿着拖鞋或凉鞋的工作，使用扶手电梯时请不要在抬头，注意卫生，防止细菌散播。广州环列车即将到达，请先让车上乘客落车。前往中环列车即将到达，请先让。Thank you.
买了，买了就买完了，谁？都不记得去哪里了。马青文。